我很早以前好像就可以算到我六十岁以后的事。我的皮箱是防弹的，没有，还是被打到了。我们的生活跟他是完全截然不同。他第一次结婚就已经想到第三次离婚了。他的外形凭良讲是比一般还差一点，你懂吗？我们不要录了，明天我们回家。